我常常买到一些让我真的是哇塞，跌破眼镜的透明薄纱，然后带有绿色的龙在上面。他穿这个衣服跟我去夜店的时候，我都很想要就是假装不认识他。好在他回美国，然后又再回来的时候说 ，baby， 我有带个礼物给你，然后一拆开我说，这不就是你那件的女版吗？他的绿色的凤。他说。 你看，我男版女版，你可以一直冲进夜店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小姐不惜地。